欢迎收听《大案纪实》，我是吕鹏。咱们在讲钱永昌案的时候啊，就有听友留言说能不能讲讲杨叔银案？那行，咱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杨叔银案，又叫中原大劫案，发生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号，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火车站广场旁边啊，有这么一个。 工商银行的网点儿，银行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呢，等什么呢？就等这运钞车过来呢。突然听见运钞车滴滴按了一下喇叭，赶紧的吧，拎着这手提钱款箱就出来准备交款。再来说这运钞车上，运钞车的司机呀、啊，其实注意到了。 有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一直跟在他们后边，只不过这司机呢也没多想，以为啊这就是顺路。运钞车到了银行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这红色桑塔纳就超了过去，一脚刹车就停了前边了。这司机还纳闷呢，这人怎么这么停车呀？突然，这红色桑塔纳车门就打开了。 一个男青年穿着迷彩服，手上端着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对着运钞车哒哒哒哒哒，就是一梭子子弹。这一梭子打完之后，运钞车那前挡风玻璃被打了一个稀碎。这名司机啊，也不幸头部中弹，当时那血噗呲可就窜出来了。因为这运钞车收款的时候是不能熄火的，司机这一出事儿。 没人踩着刹车了呀，这运钞车就失去了控制，往前就滑了过去，一下子撞在了铁栏杆上。这时候啊，又有一个歹徒，同样是身穿迷彩服务，拿着猎枪掩护同伙。押运员也有枪啊，想要反击，但是在冲锋枪面前毫无还手之力。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受了伤了。 给这银行工作人员吓得呀！旁边呢也有同事着急忙慌的，把手里拎着钱款箱的这同事就拖到了一个安全地方，那箱子就散落在地上了。就在这时，红色桑塔纳上又下来一人，一女的，冲到了那个钱款箱那儿，拎起来就回到了桑塔纳上。 另外两名持枪歹徒见这钱已经拿到了，也赶紧退回到车上，一踩油门，嗡，可就不见踪影了。歹徒离开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傻了呀，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回过神儿，赶紧报警吧。 渑池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知道案情重大，又立刻上报到了三门峡市公安局。三门峡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哎，这个案子和三天前的那个案子有没有关系呢？”原来呀、啊，三天之前，也就是三月三十号。 有一名叫张小伟的民警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没带枪，这让他们的大队长就感觉特别奇怪。小伟，你枪呢？张小伟就说：“一中队交班的时候就没有交枪。凡是有关于枪支弹药的，都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很明显是违反规定了。”于是啊，就找到了。 一中队的队长林永平，林永平这时候才说：“哎呀，交枪的时候啊，发现保管钥匙的杨红线不在了。这杨红线去哪儿了呀？有紧急任务呢。那林永平只能打电话找杨红线，但是连打好几个也没人接，又去了杨红线家，也没发现杨红线。第二天。” 到了一中队该执勤的时候了，杨红线还是没有出现。这时候啊，外边有个司机来找杨红线，说杨红线借了他的车，他呢后来发现自己的车停在渑池县东边了，但杨红线的人却没见着，所以这才找过来问问怎么回事。这天从中午一直等到下班，杨红线也没出现。 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哎呦，别出什么事儿啊！他保管着枪柜的钥匙啊，赶紧打开枪柜看看吧。没钥匙怎么打开呀、啊？撬吧，把枪柜撬开。这么一看，哎呀，出了大事了！柜子里的五六式冲锋枪不见了，同时还丢了二十多发子弹。这起案子过后，这才三天呐。 这又接到了歹徒手持五六式冲锋枪抢劫银行的案子，于是警方立刻提取了案发现场的子弹，带回局里边进行弹道比对，最终证实案发现场的这批子弹，还有用的这把枪，那就是之前公安局丢的那一批。这枪没有了，保管枪柜钥匙的杨红宪。 也见不着人了，那会不会是杨红宪干的呢？一开始警方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出了这么恶劣的持枪抢劫运钞车案，用的冲锋枪和子弹还是公安局的，那很可能是公安局内部人员监守自盗啊！案发之后，市局、县局立刻成立了侦破指挥部，分析现有的线索，歹徒行凶。 是光天化日之下，并且晚上交款的时候正好是下班的晚高峰啊，目击者很多，挨个的对这些目击证人进行走访，就能还原出一个大差不差。据目击证人所说呀，这个犯罪团伙一共三个人，两男一女，俩男的岁数不大，看上去二十多岁，都穿迷彩服，戴着墨镜，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当天呢，抢走了五十多万人民币，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受伤，运钞车的司机当场死亡。警方立刻顺着杨红线这条线索继续往下调查，还真查到了一些情况。这杨红线失踪之前呢，跟两个人关系很密切。 这俩人是一男一女，很可能是一对情侣。男的叫李清选，女的叫李音。案发之前，杨红线不是借来了一辆车吗？过去那种老式的北京二幺二吉普，开着这辆车去接的这一男一女。但是等回去的时候，就只剩下那个女的，也就是李音一个人了。 另外，大家说杨红宪这段时间经常向朋友借枪和子弹。作为一名警察，他为什么会出借枪支弹药呢？得是什么样的朋友才值得让杨红宪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杨红宪到底去哪儿了？跟他借枪支弹药的朋友到底是谁？杨红宪和此案到底有没有关联？上期节目啊，咱们说到了。 这警方呢找不着杨红线了，认定杨红线有着重大作案嫌疑。一来，案发现场发现的子弹壳经过比对，这就是警局丢失的那一批子弹；二来，据别人反映，杨红宪在失踪之前曾经多次向邻居们呐、啊、朋友们呐、啊、出借猎枪，是一九九六年十月份。 咱们国家就颁布了枪支管理法，杨洪现的这种行为，这是严重的违纪违规。不过，案发的时候是九七年，那时候啊，管控的还没有那么严格呢。警方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男一女的姓名了，赶紧查，找到他们的人，很可能这案子就破了。可这一查才发现，那个女人不是叫李英吗？但这名字呀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么个人。 那这条线索可就断了呀。没关系，还有一条线索呢。他们是开着一辆红色桑塔纳去的呀。有目击证人记住了那辆车的车牌号，以车找人再容易不过了。车主啊叫杨涛，但找杨涛去吧也找不着了。这杨涛也失踪好几天了。现在这就已经涉及到四个人了。 杨红线、李清选，还有那个假身份的李英，以及这辆车的车主杨涛，他们都有作案嫌疑。目前来看，这起案子要想突破，最关键的就是找到失踪的桑塔纳轿车，以及找到车主杨涛。民警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同时发布了悬赏通告，发动群众啊，来积极提供线索，积极提供情报。 在齐心协力配合之下，很快在离市区很远的梁沟村东边叶门沟那儿找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呀、啊，被烧得面目全非。经过检测，这具尸体或者说死者就是桑塔纳车的车主杨涛。这辆车呢是出租车，杨涛啊就是一出租车司机。 据法医尸检，死亡时间是两天之前，也就是案发当天的上午。很幸运的是，找到死者杨涛的尸体之后，又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那辆失踪的红色桑塔纳轿车，里边呢有那个钱箱，不过钱箱已经被撬开了，里边是一毛钱也没有，还有被丢弃的迷彩服。 如此一来，那这杨涛应该就不是犯罪嫌疑人了，他也是受害者，很可能是被歹徒劫持了。警方呢也加紧对其他几个人进行调查。那李清选呢，平时是修摩托车的，他有个徒弟叫韩峰。四月五号凌晨，公安局接到一条线索。 说这韩风在抢劫案发生之后就下落不明了，而且这韩风经过调查是有犯罪前科的，现在还没被逮着呢。四月五号上午，又有人反映情况，有人在一个窑洞里边发现了赃款了，而这个窑洞距离李清选的家非常的近，警方立刻来到李清选的家里面。 可是扑了一个空，李清选不在家，李清选的家人在家呢，赶紧问他家人吧，李清选呢？家人就说呀，案发第二天凌晨，这李清选回过家，拿了两床被子就走了，去哪儿？大伙儿也不知道。要说起来，当时老百姓啊，真是积极检举，积极揭发。四月六号，有一个村民。 在自己水库里边打鱼收网的时候，捞出来一纸箱子，这纸箱子里边很奇怪，装着好多吃的。哎呦，他就想是不是跟那案子有关呢，就报了警了。经过调查检测，确认这个箱子是歹徒留下的，也就是说歹徒应该就在这水库附近。破案指挥部。 立即派人，在附近所有可能有人出没的地方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同时呢，主要交通要道都设卡堵截。至此，这天罗地网已经布下了，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呢。这三名歹徒啊，也是无路可逃了，慌不择路之下，在临汝镇的一个卡点上被警方顺利抓获。这三个人。 是李清玄、韩风和李英，除了这仨人之外，还找到了三十五万多的赃款。各位，还有一个人不知道在哪儿呢呀？谁呀？杨红线呐！为了弄清楚杨红线下落，警方呢对这三名嫌疑人立刻展开审讯。哎，不审不要紧，这一审可了不得，竟然在这。 抢劫运钞车案背后还牵涉了好几条人命，还牵涉了好几桩命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得说说这一系列案子的关键人物了，就是那个叫李茵的女人。咱之前说了，这是假身份，那她不叫李茵，她叫什么呀？她就是咱们说的主角杨淑银。 这杨淑银呢，出生在宁夏，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他父亲呢是一名锅炉工人。这杨淑银倒还算是挺争气啊，在那个年代，一直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后来考进了一个礼仪学校，还当了礼仪小姐。对于同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身边的小伙伴来说，杨淑银这还算是啊有着大好前途的。 杨淑银一开始工作做得也不错，毕竟杨淑银长得漂亮，气质又好，做礼仪小姐再合适不过了。在工作过程之中，她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姓严。本来呀，俩人挺好，谈起恋爱都想谈婚论嫁了，但这门婚事啊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杨淑银的父母很现实，就想着让自己女儿找个有钱人。姓严这小子家庭条件也不好，本来咱家就够穷的了，那你跟着他，你不还得接着吃苦受累吗？为了让父母满意，这杨淑银自己思来想去，也是，人呢还是要活得现实点以后找男朋友啊，就是得找有钱人。 一九九六年九月份，杨淑银在一家舞厅里边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李清玄李清玄有钱没钱不知道，但舍得花钱是能看出来的呀。出手这么大方，这么阔绰，并且李清玄呢，长得也人高马大的，挺帅气的。一下子，杨淑银就看上他了。而李清玄看杨淑银这么漂亮，也喜欢呢。 一来二去，俩人就走到一起了。可杨淑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选的这男朋友啊，控制欲极强，不让自己和其他男人有任何往来，哪怕简单的交谈也不行。咱们在隔壁那个专辑刚讲了一个案子，安徽工程大学老师郭春牛杀害了自己的女朋友，也是自己的学生。那个郭春牛不也是这样子的吗？ 不过有一回，杨淑银认识了一个人，李清选得知之后，却没有过于责备杨淑银，反而认为机会来了。到底这回杨淑银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上期节目啊，咱们说到了，这杨淑银呢，也是眼神不好吧，喜欢上了李清选，李清选也喜欢杨淑银，俩人搞起了对象，谈起了恋爱。 但真在一起之后，杨淑银才发现李清选控制欲特别强。杨淑银只要在外边跟别的男的说句话，那能把李清选给气死。后来有一回，这李清选知道一事儿，杨淑银呢认识了一个姓刘的司机。哎呦，给李清选气的呀！我不让你跟别的男人说话，你为什么要跟那姓刘的联系？我看他有钱呢。你当司机的有什么钱啊？ 人家开的车可不一般，什么车不一般呢？人家开着一辆皇冠，嘿，各位，九十年代，一辆夏利，一辆普桑，那都了不得了。丰田皇冠，那比现在开个劳都有面儿啊！李清选一听，哟，开皇冠的，态度立马就变了，他就让杨淑银把这姓刘的司机约出来。杨淑银一听，你想干嘛呀？ 干嘛？他那车多值钱呢，咱把他车抢了呀！一听李清玄要抢车，杨淑银心里边打鼓啊。但是这李清玄不停的做他的工作，那车转手一卖，好几十万，咱这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呀，想干什么干什么呀。杨淑银也是个见钱不要命的主啊，思来想去，行，就这么干。 于是杨淑银就约这个刘师傅，刘师傅也是色迷心窍啊！杨淑银那么漂亮，竟然约我。杨淑银找的什么借口呢？你能不能教我开车呀？嘿嘿嘿嘿嘿，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太好了，开呗！我把他教会了开车，在教的过程之中，是吧？我握着他的手帮他打方向，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怎么拉手刹，他他太好了，没问题。 俩人在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啊，正在那儿准备要学开车的时候，李清选可就出现了。你谁呀、啊？你他妈敢调戏我女朋友？还没等这刘师傅反驳呢，刘师傅也想解释解释啊，没说话呢。李清选直接拿着一个玻璃杯子，朝着这刘师傅就砸了过去，接着用摩托车那刹车线。 把刘师傅的脖子就勒住了，玩命的勒呀！不大一会儿，刘师傅就被勒死了。然后李清选和杨淑银找了一偏僻地方，把刘师傅的尸体扔了，把这辆皇冠轿车就开走了。这一下子，杨淑银也想明白了：我这算是纳了投名状了。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也是人命在身呐、啊，我下不去了呀，我摆脱不了干系了呀。但甭管怎么说，有钱挣也行啊。俩人把这辆车呢抵押了出去，确实换了不少钱。可过了一段潇洒自在、纸醉金迷的日子，但钱呐，终究有花完的那一天吧。再加上李清选呐。 总想着做点大买卖，当大老板，连花带亏的，这钱可就没了，最后还负债累累。李清选呢，就跟徒弟韩风多次密谋商量，咱怎么挣点快钱呢？抢去吧，哪有钱呢？银行最有钱呢，但银行不好抢，咱抢运钞车吧。李清选呢，认识这杨洪宪，他知道。 要想抢运钞车，人家押运员手里都有家伙，咱轻易抢不了，咱也得弄点家伙事儿。这杨洪宪就在公安局，他有枪啊。这么着，就约杨洪宪，走啊，也没什么事儿，咱上山打猎去吧。杨洪宪呢，一来呀。 跟李清选挺熟的，关系还算不错。二来最主要的，他也是看杨淑银漂亮啊，那一块玩玩去吧，带着枪就去了。到了林子里边，可就由不得杨红线做主了呀。既然是打猎，那得人手一把枪吧。杨红线把从局里边拿出来的枪就给了李清选。 趁着杨红线不注意，李清玄把这枪口对准杨红线，邦的一枪，杨红线就倒在了地上。李清玄一看还没死透呢，来吧，再来一枪吧！照着杨红线的脑袋又开了一枪，然后带着五六式冲锋枪，开着杨红线借来的吉普车下山，把杨红线的尸体抛尸在了渑池城关五里河那儿。 杨淑银呢？到了渑池宾馆，办了退房手续，跟韩风一起逃到了李清选家。第二天早上，几个歹徒乘坐火车到了西安。到西安干嘛去啊？一来杀了人了，怕让警察抓着；二来得好好商量商量接下来正事怎么办。密谋好之后，又返回到了李清选家。四月二号上午。 他们呢？最后看了一遍地形，光有枪不行，还得有车。你总不能抢完钱，咱一路腿的跑吧？咱跑不过人家那警车呀。那这车从哪儿来呢？骗呐！韩风就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师傅杨涛，他就说呀，想着租车去洛阳。杨师傅一听，这是个大活啊，行啊，干得过啊。这么着。 把这杨涛就骗到了三门峡，骗到了渑池。李清玄和杨淑银上车之后，经过当地活性炭厂旁边公路的时候，李清玄在后边趁杨涛不注意，跟韩峰一起动了手了，把杨师傅活活勒死，毁尸灭迹。一个小时之后，仨人开着这桑塔纳车。 返回城区商场里边买了三套迷彩服，买了两个大提包。案发之后五点半，开车到了渑池，尾随运钞车到了火车站，实施了抢劫运钞车的犯罪行为。当年四月八号，办案民警押解着李清玄，开车三十公里，这才找到了杨红现的尸体。 杨红宪恐怕到死都没明白啊，自己的朋友为什么开枪打死了自己。从案发到破案，历时一百零八个小时，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了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一把猎枪，还有六十多发子弹。 最终一共追回现金四十七万七千六百零一点七四元，还有二十三枚印章以及上百份的空白信用票据。至此，所有案情都已经水落石出。渑池县运钞车大劫案是河南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银行系统第一大劫案。这起案件当年，在全社会。 都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号，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理了“四二”特大持枪抢劫运钞车案件，李清玄韩峰、杨淑银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杨淑银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只有十九岁。 行了，杨淑银案呢、啊，就为您讲述到这儿。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吕鹏大案纪实，中外罪案实录。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叫分不清的 DNA。这话从何说起呢？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三号。 在陕西省宜君县高庙村，出了大事儿了。这个村子不大，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只有十三户的人家。这十三户里边啊，还有六户人家都出去打工去了，就剩下七户人还住在家里边呢。可以说，这个村子是与世隔绝。但哪想得到啊，就这七户人家的小山村呐、啊！ 大半夜的时候，有一个独自在家的女同志啊，寇大姐，被人呐、啊、用一把刀刺破了喉咙，命丧当场。直到被人发现之后，这才赶紧报了警。警方到达现场以后啊，立刻开始了现场的勘查。说实话。 民警瞅瞅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小山村，再看看这血流成河的场景，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寇大姐呢，就死在客厅沙发和茶几之间。法医经过初步尸检呢，认为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头一天晚上到今天的凌晨。 身上的致命伤就是在颈部，在脖子这儿有四处刀刺的痕迹。寇大姐的身上啊，还被人泼了茶水的残渣，也有茶水，也有茶叶沫子，看起来那是异常的狼狈。地面上、墙壁上、沙发上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现场这么惨，但是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 所以，警方认为嫌疑人是一名强壮的男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啊，在死者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之下，把死者杀害。警方呢也检查了屋子里边的所有门窗，全部完好无损，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啊？ 大半夜的，死者在毫无防备之下给这个人开了门，而这个人突然拿出来提前准备的凶器，就刺向了死者的脖子。为什么死者毫无防备的给这人开门？那他肯定是熟人呢、啊，认识啊。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拿出来的这凶器是提前准备的？因为警方在现场没找到凶器。 家里所有的刀具啊，厨房里边的菜刀、剪刀，哪一个都没少，这就证明这凶器呀、啊、是凶手带来的。警方呢，接下来要分析出来凶手的作案动机是财杀、是情杀还是仇杀。先来说说是不是财杀。死者寇大姐身上有几百块钱，被杀之后。 却没有被凶手拿走。再看家里各个地方，柜子呀、抽屉呀，都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另外，村民们都说呀，这寇大姐家日子很一般，并不富裕。凶手杀了人了，不拿家里的东西，连那几百块钱都没拿，可见他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钱，这就能排除财杀的可能性。再来说。 会不会是仇杀？寇大姐呢？岁数不小了，五十九岁了。在前几年呢，丈夫死了，现在呢是跟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这一天呢，是儿媳妇生孩子去医院了，儿子呀也去陪护去了，所以家里就剩下寇大姐一个人了。村民们都说，寇大姐呢特别的老实本分。 这几十年了，基本上都没出过这个村子。性格很温和，没有跟谁结仇结怨。况且村子里边本分人就少，人际关系特别简单。你说一共就七户人家，复杂能复杂了哪儿去呀、啊？不可能有谁半夜三更带着刀专门杀死一个农村妇女吧？仇杀的可能性基本上也能排除了。那有没有可能是情杀呢？ 自古奸情出人命啊，这是老话儿啊。偏远山区这样子的情杀命案确实也不少。而警方这一了解，这寇大姐在丈夫死亡之后啊，确实处过一个男朋友，呃，也算是想着找个老伴儿吧。这人呢姓穆，这老穆啊，就他们村的，六十二岁。 家呢就在寇大姐家背后不远的地方。说这寇大姐跟这老穆俩人感情还真不错，村民们也都知道，哎，也都感觉俩人真能老来伴儿，那也挺好。说这俩人呢已经在商量结婚领证的问题了。那会不会是这老穆跟寇大姐之间因为什么矛盾，因为什么纠纷，进而杀人呢？查吧。 这一查，警方最终确认老穆没有作案时间。这命案动机三大要素啊，三大可能啊，仇、财、情都被排除掉了，一个也不沾边那不符合逻辑啊！您各位说了，无差别杀人呐、啊，但各位别忘了，这是一个极其偏僻、交通极其闭塞的村子。 大半夜的，说外来人跑这儿来杀人来，还无差别杀人，死者还给他开门，可能吗？所以种种迹象显示，凶手应该就是本地人，绝不是流窜作案。再来看尸体上，那是刀刀毙命啊，四刀都是冲着脖子去的呀。死了以后还被人泼了茶水，这明显凶手对寇大姐是怀着一股子怨气的。 那对死者寇大姐心怀怨气，心里边有愤恨，会是谁呢？照理说这事儿也不复杂，毕竟剩下就六户人家嘛。难道说凶手是这六户人家里边其中一位吗？当地的警方啊，对这案子还挺头疼的，因为查来查去，似乎没什么人有作案动机。 而这案发现场呢，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证痕迹，能看出来这凶手杀人之后，在现场是做了清理工作的，所以除了死者之外，没找到其他人的痕迹，什么指纹呐、啊、脚印呐、啊、都没有。到底是谁能做到这么滴水不漏？照理说，这么一个闭塞小农村。 这几户普普通通的村民，他们能做的这么细致吗？警方就认为啊，既然你做了案了，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你作案必留痕。接下来重新对现场进行勘查，他一定有遗漏。果然，从沙发底下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有一块啊。 沾满了血的棉花团子，就一块棉团，这团棉花不一般，这不可能是死者的血迹无意之中溅上去的，因为溅上去的血跟你擦下来的血那是不一样的。这块棉花很明显，上面这血是擦下来的。那么，到底是谁擦的这血呢？只有一个人会这样。 那就是凶手，因为寇大姐当时四刀捅了脖子上，当时就没命了呀，不可能。我再拿块棉花，我擦擦吧。那么，既然是凶手擦的血，会不会沾染上凶手的 DNA 呢？除此之外，这块棉花是哪来的呢？警方找来找去，找着了。 屋子里边有一床棉絮，这棉絮上啊少了一块，这一块棉花是硬生生从这块棉絮上给扯下来的。当时的情景，警方进行了一个还原：凶手杀害死者之后，身上都沾满了血了，为了擦自己身上的血，随手就扯掉了这床棉絮的一角。可是杀人之后啊，毕竟紧张。 把这团带血的棉絮随手就扔在沙发底下了，以至于他后来在清扫现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警方立刻将这棉絮送到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棉絮上的血全部都是死者寇大姐的。不过，除了血之外，确实检测出了另外一个人的 DNA 的痕迹。 咱们在这儿解释一下啊，这 DNA 痕迹不一定非得是血，比如说唾液，比如说沾到了皮屑，比如说上边有根毛发等等等等，这都可以测出来 DNA。这一下子，警方感到无比的振奋。DNA 呀、啊，被称为。 刑侦案件破获之中的证据之王啊！这证据之王在手里了，我还找不着凶手啊？查呗！你不就六户人家吗？挨个的查。在此之前，警方也梳理了寇大姐的社会关系。虽然说之前认为她的男朋友老穆没有作案时间，但现在 DNA 在手了，那老穆你就再测一回吧。 为了万无一失，甚至还找到了之前寇大姐交往过的邻村的两名男子，也都做了抽血化验。结果出炉了，寇大姐在丈夫死后交往过的这三个男朋友啊，都没比中。哎，仨人比不中，没关系，扩大范围。于是这次采集范围不光是这六户人家了。 是涵盖了以高庙村为中心，半径五十公里范围之内的所有的村子。这个区域内的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成年男子全部采集血样，一共是三千多人。三千多人的血样都做 DNA 的分析比对，这活儿啊，挺耗费时间的，一直过了二十多天才比对完。结果。 一个也没比中，哎呦，这个结果让警方没想到，也让警方感到很失望。大家呀，都快要质疑当初的推测了。难道说凶手真不是本地人，真是流窜到这儿的偶发案件吗？真相到底如何？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节目继续讲述。节目继续讲述。节,节目继上期节目啊，咱们说到了。 警方比了三千多人的 DNA，哪个也没比中。后来警方都怀疑，咱们是不是一开始的侦办思路错了呀？难道说凶手真是外地人流窜到这儿作案的吗？那寇大姐大晚上的为什么要给一个外地陌生人开门呢？这边啊，案子还没眉目呢。另外一边可又出事了，高庙村。 又传来了再次发案的消息，哎呦，邪了门了！就这么一个村子，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呀？难道这是个连环凶杀案吗？这天半夜的时候啊，老穆打电话报的警，说他的弟弟被人砍杀了。警方啊，立刻赶到了高庙村。这一路上，大伙都不说话，气氛凝重极了。 这老穆是寇大姐的男朋友啊，他呢就跟民警说了事情的经过。他说呀：“我弟弟啊是个聋哑人，三十多了也没结婚呢，就住在我隔壁屋。半夜两点的时候，我弟弟突然就敲我的房门，一阵比划，我这才明白过来。他呢说刚才去院子里边解手啊，就上厕所。” 一个蒙面的人呐、啊，突然出来掐他脖子，还用刀划伤了他。警方去看看吧，这老穆的弟弟什么情况啊？这老穆的弟弟啊，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明显受到了惊吓，躺在床上还在那儿哆哆嗦,嗦嗦的呢。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民警很震惊啊！不过得亏看了看。 这哑巴脖子上的那划伤啊，是很轻微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是拿刀子划过的，特别细的一道伤痕，连血都没出。接下来呀、啊，警方呢就跟老穆了解更多的细节，这时候发现了奇怪的一幕：躺在床上的这哑巴，时不时的。 扭过头来观察屋子里边警察和老穆谈话的情况，这哑巴他听不见人们说话呀，就感觉他是在看几个民警还有老穆的表情。各位，这就不对了，一个刚刚差点让人抹脖子的人，刚才还在床上吓得哆哆嗦嗦,嗦嗦的呢，这会儿有闲工夫观察警察吗？民警啊。 当时也没点破他，他心里边可就有了其他的猜测了。这时候，另外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跟那个神秘的棉花团子上的 DNA 有关。原来啊，这老穆的弟弟因为经常外出看病，当时采集血液的时候，好几回都错过了。就在他遇袭的头一天。 才刚抽了血送去化验，哪知道结果还没出来，闹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哑巴遇袭的这个事儿，反而给了警方灵感，于是针对他的秘密调查随后展开。这一回还真查出点什么来。有村民说呀，就在寇大姐被害的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看见哑巴在院子里边洗衣服呢。 平时也没什么要紧的急事儿、啊、哦，天还没大亮呢，就开始洗衣服，这是为什么呀？会不会是衣服上沾上血了呀？现在啊，只能等着 DNA 的检测结果了。如果能比中，那么这案子也就水落石出了。可是，结果一出来又没比中。 甭管说这哑巴有多少嫌疑，但是那团棉絮上，他不是哑巴的 DNA，这个证据，这证据之王，让人没法反驳呀。民警啊，深受打击，拿着这 DNA 对比了三千多人，哪个也没比中。现在这哑巴明显很有嫌疑，可也不是凶手。 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呀？哎，对，除了哑巴之外，还有一个人没有对比 DNA 呢。这个人呢，就是寇大姐的二女婿王某。原来这寇大姐不光有儿子，还有俩外嫁的闺女。一开始呢，寇大姐坚决反对这王某和女儿的婚事，一度闹到了要断绝母女关系的地步，关系很僵。 照这么来看，这二女婿跟寇大姐之间矛盾也不小。王某所在的村子也在五十公里范围之内。这王某呢是个跑长途货运的司机，所以这几次三番的采血呀，这王某都没在家，都出去跑活去了。这一回无论如何也得把他这血给采喽。于是，警方采集了王某的血液，等待比对结果。 然后呢，也调查了王某在案发时的行踪，这一查发现这王某没有作案时间。就在案发当天下午，王某被一个雇主叫上了，前往西安拉了一趟煤。当天晚上凌晨四点回到家里的，虽然说凌晨四点也在法医对死者死亡时间的预判范围之内。 但毕竟王某的村子距离高庙村还有几十公里呢，警方特意做了实验，从王某家里骑摩托车去寇大姐家里，因为是山路啊，得走一个半小时，他四点多才回家，就是马不停蹄的赶过来杀人。到了高庙村，天都亮了，村子里的人不可能毫无察觉呀、啊，更何况。 王某的妻子还有那雇主俩人都证实，王某确实是四点到家的。除非三个人联合串供，要不他就没有作案时间。就在这时候啊，DNA 检测传来消息了，还真比中了，比中谁了呀？就比中了二女婿王某。他不是没作案时间吗？这 DNA 怎么比中了呢？ 警方这时候啊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还得说当地公安局的局长，人家还是有这种丰富的刑侦经验。他呀，跟所有的参战刑警说：“弟兄们呐、啊，咱们呢、啊、得找到另外一条思路。咱们一开始其实都陷进了一个局。” 那块带血的棉靴上的 DNA，是不是凶手留下的？我们一开始都认为一定是凶手留下的。那有没有可能不是凶手留下的呢？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之前我们认定了 DNA 是凶手留下的，一旦比不中，就不是凶手吗？一旦比中了，就一定是凶手吗？现在来看呐、啊，这都是伪命题啊！ 所以啊，咱们要变换思路。还别说，局长把这一问一说出来，大伙儿是豁然开朗。如果说棉絮上的 DNA 不属于凶手的话，那么这哑巴的嫌疑也就没有完全被排除，比重比不重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对吧？ 警方呢还探讨了更多的可能性，带血的棉絮一定是凶手扯下来的，这没问题。那为什么没检测出他的 DNA？是不是咱们检测的还不够细致？是不是咱们当地的技术还不够到位？于是警方决定把棉絮送往公安部权威检测中心，等待结果。这案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一直到了一年之后，一三年八月份，公安部传来消息了。经过多轮的精密仪器的检测，棉絮上真检测出了第三个人的 DNA，而这第三个人的 DNA 和行为古怪的老穆的弟弟那个哑巴是完全符合的。现在啊，到了水落石出的一刻了，哑巴被抓捕。 在聋哑人刑侦问询专家的配合之下，这哑巴呢，终于是交代了全过程。一二年九月二十二号晚上，哑巴带着刀骗死者寇大姐打开房门，随后冲进屋里把寇大姐杀害。为了逃避采集血液，他几次三番的是故意外出看病。他深夜遇袭的事情呢，也全是自导自演的闹剧。 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因为在演这出戏的前一天，实在躲不过去了，还是让警方摁着采集了血液样本。不过说回来，这场闹剧啊，还真是画蛇添足了，这反而让警方关注到了他。那哑巴为什么要杀害寇大姐呢？原来呀、啊，这寇大姐跟老穆谈恋爱这事儿。 一直受到了老穆母,母亲的反对，这哑巴呢特别孝顺，我妈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我妈讨厌的那我就恨透了，所以他心里边啊早就恨这寇大姐恨的不行了，凭什么惹我妈生气呀、啊？案发一个多月之前，他们的母亲呢因病去世了，眼瞅着哥哥老穆就要跟寇大姐领证了，哑巴这决定。 动手杀人，在他心里啊，认为只要杀了寇大姐，这就算是慰藉母亲在天之灵，坚决不让哥哥跟这个女人在一起。这杀人动机让咱们看来或多或少的有点奇葩，有点理解不了。但是这个案子就这么切切实实的发生了。说到这儿。 还有个疑问没解开呢，为什么那棉絮上有二女婿王某的 DNA 呢？一直过了几个月，王某才想起来怎么回事原来啊，案发一个月之前，王某陪着媳妇儿回过一趟娘家，当天晚上睡觉垫的这床棉絮，他呢因为喝酒喝多了难受，吐了一床，那呕吐物。 就粘在了棉絮上，而哑巴当时随手一扯，扯下来的正好是粘过呕吐物的棉絮，这才有了后续检测 DNA 出来的这么多的小岔口。云南省啊，有个巧家县，这巧家县呢属于昭通市，距离省城昆明二百多公里，这巧家县呢。 经济并不发达，一直到了二零二零年才正式的脱贫摘帽。巧家县呢，有一山村叫背风村，背风村呢有这么一处地方啊，是四十多米高的悬崖，人们跟这个地方呢叫炸口岩。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事儿，得从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号说起。这一天呢，当地警方啊。 开车一百多公里，从县城赶到了这儿，他们呢，即将揭开一个被隐藏多年的秘密。那么，到底来这儿干嘛呢？根据警方事先掌握的情况，这个人可能被埋在了一棵樱桃树下。这悬崖底下呀，树其实并不多，到处都是杂草，要想找到一棵樱桃树并不困难。 树底下呢，有一个乱石堆。警察一看，这尸体啊，应该就是埋在这儿了。警方呢，小心的在这儿挖掘着。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有了发现。把这乱石堆刨开来之后，发现有一个头盖骨。把这些石块都清理干净了，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一堆白骨。从这乱石堆里边。 大伙小心翼翼的把尸骨啊就整理出来了。警方找到的这堆尸骨是跟一桩陈年旧案有关系的。在此十年之前，当地有一个年轻人叫李正武，那年他才十七岁，在这片大山里边失踪了。那么，到底十年前李正武是怎么失踪的呢？ 这尸骨是不是李正武呢？这得等待进一步的鉴定。将近十年之前的二零零四年，十七岁的李正武啊，到离家三百多公里外的巧家县二流汽修厂打工去了。有一天呢，这李正武的父亲李朝阳接到了这汽修店老板打来的电话，说你儿子拿着钱跑了。 在电话里边啊，这老板就说：“正武啊，拿着客户交的汽车修理费就不见了，这已经一个星期了。”当时李朝阳一听，他不信呢。儿子平时老是听话，他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李正武呢是兄弟三个，他是这三兄弟里边最听话、最厚道的那一个，因为家里边经济条件不好，非常的贫困。 小学毕业之后，李正武呀就不再上学了，留在家里边呢，帮着父母干点农活。出事之前就在这汽修厂打工，打了还不到半年呢。父亲始终不相信老实厚道的儿子会拿着别人的钱跑路，于是他来到了儿子工作的地方，要当面问个清楚。这汽修厂的老板呢叫刘忠诚，到了这儿。 李朝阳才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在厂子里边失踪的。刘忠诚说：“零四年十二月十二号上午，厂里呢来了一个客户，叫福秀开。之前呢，这福秀开送来了一辆小面包车进行维修，这车修好了，他呢过来提车。结账的时候啊，这福秀开就说：‘哎呀，我这带的钱不够，这么着，老板。’” 能不能我先把车开走了？第二天呢，我再把钱送过来。老板一听，哎呦，不行，咱们这也是小本买卖，咱们这儿啊不赊账，并且呢，因为这福秀开是第一回来，这也不是熟客，肯定不会允许欠账的。刘忠诚呢就跟客户商量着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啊，福秀开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么着，老板啊，你要实在不相信的话呢，就安排个工人跟着我，然后啊，把钱送过来。这个提议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也没什么不妥的。于是刘忠诚啊，就让来这儿打工不到半年的李正武跟着福秀开到家里边取钱去。福秀开的家呢，就在巧家县的背风村，距离巧家县城啊，有一百多公里。 是在山区里边，那路啊特别的难走，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赶得回来。刘老板呢就吩咐李正武：“正武啊，你呢也别着急往回赶，拿着钱之后，你明天赶回厂里就行了。”就这样，李正武跟着客户就去取钱了。可是到了第二天还没回到厂子里呢，这刘老板呢也着急：“哎呦，这出什么事了？” 按说这今天回来时间也不赶呢，这点儿早该到了呀。那时候啊，李正武也没有手机，毕竟是零四年嘛，有手机的呀还是少数，这也没法联系上李正武。这么着就等着吧，左等右等又等了两天，还是没等着李正武。这刘忠诚沉不住气了，给福秀开呀、啊、就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边，福秀开就说：“那天回来，我就把那修理费交给那小伙子了呀，并且啊，我还送他坐上了回巧家县城的客车呢。”听到这个消息，刘老板这也就放心了。可直到晚上，还是没见着李正武回来。这刘老板心里边就琢磨着，是不是他回昭通的老家去了呀？可是。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见着李正武。哎呦，这小子去哪儿了呀？刘老板坐不住了，这才跟李正武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在二零零四年的时候，修理费呀、啊、是三千多块钱，对于刘忠成的这小汽修厂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现在钱没了，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刘忠诚就想不通啊，让李正武办件这样的小事儿，怎么还出这么大岔子呀？他觉得呀，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李正武带着钱跑了。对于刘老板的猜测，这李正武的父亲李朝阳是一百个不相信啊！平白无故，我的儿子就成了携款逃跑的人，照你这么一说，我儿子成了罪犯了呀？ 所以呢，他就让刘老板陪着他一起进山，找到那个客户福秀开，当面问个明白。这背风村呢、啊，在二零零四年的时候，还是属于特别闭塞的一个地域，也没通公路，只有土路。刘忠诚跟李朝阳这俩人先坐汽车。 后走山路，花了半天的功夫才来到了北风村，找到了福秀开的家。但是这一问，结果呀让老李更着急了。福秀开说了：“我当时啊，把钱给那小伙子了，人呢我也送走了。你们问我人去哪儿了，那我也不知道啊。人都已经送到这返程的客车上了，这么一大小伙子能去哪儿呢？” 朋友们呢，就都说，会不会是正午拿着钱出去玩去了呀？还有的呢，猜的就更离谱了。老李啊，更着急了，自己的孩子一星期不见了，别人还说三道四的，都说他拿着老板的钱给跑了。老李呢，又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全，又担心自己儿子的名声。可是现在除了着急，也没有别的办法啊。他也猜不到儿子会去哪儿。 只要听到别人说起这事儿，他就只是重复着一句话：“我这娃儿啊，从小乖得很。说他拿着钱跑了，我就不相信。”眼瞅着一转眼一个月，可就过去了。李正武还是音讯全无，亲戚朋友，但凡认识的人，李朝阳啊，全都打听遍了。正武去没去你那儿啊？有没有联系过呀？但是。 没有任何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李家人呐、啊，再也坐不住了。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号，这都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老李和刘忠成就来到了巧家县重溪派出所报案。当时的派出所所长呢，姓赵，赵所长啊，在这个所里边已经工作七年了，但这样的案子还是头一回碰上的。 这事儿，警方也觉得很蹊跷。一个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从县城来到北峰村，拿着钱之后离开了北峰村，既没回厂里，也没回家，他去哪儿了呢？会不会是遭遇不测了呢？赵所就认为，既然是福秀开把李正武带进山，又把他送上客车的，那么还是应该先找到福秀开，了解情况。 咱们呢，先来说说这北峰村的情况。北峰村呢，处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这是在大山深处、深山沟里边，海拔两千多米。全村呢，一共只有一百来户人家，居住的非常分散。当时这一月份还是冬天的呀，刚下过一场雪，人们很少在户外活动，它冷啊。 赵所长在村子里边带着民警们走访排查了一圈，村里人都说没见过这么个小伙子。那么这李正武到底去哪儿了呢？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派出所的赵所长带领着民警在北峰村呐走访了一遍，大伙都说没见过那么个小伙子呀。看来唯一了解情况的只有付秀开了。 于是警方又把调查重点放在了福秀开身上，那会不会是福秀开没讲实话？三千二百九十块钱的修车费，毕竟对于当年大山里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警方就琢磨呀，哦，福秀开来取车的时候拿不出钱来，到了家里就一下子能拿出来了。警察呢，就集中精力对这三千多块钱的来路做了调查。 据福秀开说呀，给李正武的修理费是向他的父亲福汉成借的，是跟他父亲呢要了三千三百块钱，给了李正武三千二百九，自己剩了十块钱。这福汉成啊，平时呢就是在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啊做点贩牛的生意，就是卖牛。这福汉成呢就跟警察说。 说我家里啊，平时也放点周转生意的钱。我儿子呢，带着人来要钱，我只好把钱给了他了。福秀开的父亲，当年贩卖的呢是黄牛啊，主要在当地他不是吃肉的，在大山里边呢，这是重要的生产力啊，在地里边干活啊，包括托运物件啊，都离不了。 现在，呃，这托运物件来回的都是用车，但当时那儿也没有好走的公路，所以很多场合下就得用这黄牛。家里边养牛的多少，也往往显示出来这户人家在当地的经济实力。赵所长这么一听，就赶紧找到了北封村的村支书，了解这福家人的情况。这时候啊，大家就都说。 他们福家呀，日子还是挺好过的，不会被三千多块钱难住。当时福秀开也再次跟警方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细节，他就说呀：“他跟李正武是十二月十二号晚上到的家里，十二月十四号才跟自己的父亲福汉成借了三千三百块钱，把钱呢就交给了李正武。” 在十二月十五号早上，他把李正武带下山，并且送上了开往巧家县的客车。于是民警就又找到了当天从重溪开往巧家县城的客车驾驶员。在福秀开这儿，警方没发现问题，也没查找到有关李正武的线索。那么，在这客车司机那儿，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呢？当时啊。 从贝丰村所在的崇溪乡到巧家县，每天只有一辆班车。赵所长就找到了这客车的驾驶员。乡里边的客车嘛，他也没有个什么正规的汽车客运站，都是招手即停，上上下下人特别多。司机呀、啊、也想不起来是不是那天在贝丰村有个年轻人上车了。按照福秀开的说法。 李正武拿着钱坐上了回县城的客车。如果这一切都成立的话，那么李正武的失踪和北封村的福秀开一家就没什么关系了。警方就分析，会不会是李正武在返回巧家县城的路上发生了意外呢？警方组织警力，从北封村到崇溪乡，再到巧家县。 对这一路上大大小小的道路展开了搜寻。那时候，警方就分析啊，有可能李正武拿到钱之后，返回途中遭遇意外，一是遇到事故了，二来有可能遇到图财害命的事儿了。可是，搜索一圈下来，也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从背风村到这现场，刘老板这个汽修厂，一百多公里。 这段路需要走一天的时间，警方啊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的走，来来回回的琢磨，就怕遗漏什么细节。第一个，这李正武会不会和工人之间发生了小矛盾？第二个，李正武有没有生活作风问题？第三个，李正武平时在厂里的表现怎么样？会不会？ 是跟在厂里的这些矛盾纠纷有关，于是赵所又对汽修厂的工人进行了调查，还是没发现什么情况。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地呀、啊、都是大山呐、啊。 这大山呐、啊，到处都是悬崖呀，到处都是山洞啊、山缝啊。如果有人真要把这李正武的尸体给藏起来，你要想再找着，那等于是大海捞针。连续几天，警察来来回回就在这山间的路上搜寻，他们呢，也都迷茫了，到底李正武。 被隐藏在哪儿？大雪下面到底会隐藏着多少秘密？甚至到后来，连赵所长都怀疑是不是李正武真拿着修理费跑了呀？赵所的猜测也不是没道理的。如果李正武真的拿钱出走的话，他短期之内是不会和熟人联系的。 警方就觉得，如果真实情况是这样的话，现在主动的去找这李正武，这就不是上策。也许用不了多久，李正武把钱都花光了，会自己回来的。警察这一圈调查下来，甚至让李正武的父亲李朝阳也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怀疑。老李这心里边也犯嘀咕，他这是跑哪儿去了呀？啊？ 再加上当父亲的都怕儿子出事儿，现在啊，他宁愿是儿子携款潜逃，遇到麻烦暂时躲起来了，而不是遭遇不测。这老李家呢，世世代代的在农村，家里边啊条件确实不宽裕，三个儿子也都没怎么念书，早早的就帮家里打工，尽量的呀能够挣点钱贴补家用了。老李就想。 虽然正武啊，从小老实本分，但毕竟从来没经手过这么多钱，也许真是一时糊涂，带着钱跑出去了呢。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人没事那钱的事就不是大事警方的调查没有什么进展，老李这边可不能闲着呀，更加紧迫地寻找起儿子的下落。 老李就琢磨着，儿子没出过远门，山里的孩子也没有更远的地方可去。昭通市已经是老李能想到的最大的地方了。他呀，就反反复复的在昭通寻找，跑遍了每一个角落，一点儿子的信息都没找到。老李心里啊，就一直有个念想，就总感觉儿子在哪个地方等着他呢。 后来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抱着试试的心态，老李决定离开云南，到亲戚们还有村子里边的人经常去打工的省市找找看。儿子，这是父母的心头肉啊！现在儿子不见了，当父母的这心呐、啊，天天是空空荡荡的。 李正武失踪之后，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接受。他一直就埋怨李正武的父亲不带着他出去找儿子。在他心里啊，那个乖巧听话的儿子从来没给家里招惹过是非。老李不让妻子出去找，妻子在家里边那就只剩下痛苦了呀。孩子找不着，别人还都指指点点的说正武是携款外逃。 李正武的母亲一想到这些呀，天天这眼泪可就没断过。就这样，在之后的时间里，李家人全部生活的重心就是寻找李正武。一开始呢，甚至李正武的爷爷也跟着一起找。后来老人家身体不好，走不动了，就催着家里人出去找去。家里边的农活啊，也无心照应着了。眼瞅着村子里边的人渐渐的。 人生活条件都改善了，都盖了新房子了，只有李家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其实老李啊，一直对福秀开家还是有一些犯嘀咕的。他就怀疑，这福秀开家里边的经济情况也没有那么特别好。他会不会就是在福家出了什么意外呢？毕竟他最后是在背风村失踪的呀。 这老李呢，后来又有几回来到了被封村福秀开的家里，但是他没证据啊。之前警方都调查过了，他也不可能比警方有更多的办法啊。这老李啊，看到福秀开的父母跟自己年龄相仿，他呢就一次又一次的追问福秀开的父母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老李就凭着自己的直觉。 他呀，就始终把注意力放到了北风村的福家。福家三个儿子，自己也三个儿子，自己的一个儿子找不着了，可福家三个儿子都安然无恙的。老李就冥冥中觉得自己的儿子跟这福家就是有什么关联，有什么秘密，他只能翻来覆去的问着同一句话：“你们知不知道？” 正武，我的儿去哪儿了呀？李正武的失踪到底和福家有没有关系呢？上期节目咱们也说了，这李正武的父亲老李呀、啊，是一遍又一遍的找到这福家人，颠来倒去就是一句话：“正武，我的儿到底去哪儿了呀？”时间一晃就过了好几年，这李正武啊。 就像是人间蒸发。不过当年呢，也有一种猜测，说十七岁的李正武啊，可能没跑远，甚至都没离开过背风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开头说的，在悬崖下边乱石堆里发现的这堆尸骨，很有可能就是李正武的。尸骨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呀。 一直进行到了晚上，警方呢把尸骨送到技术部门进行检测，一堆尸骨勉强的拼出来一个人形。在检测过程之中，警察发现有很多骨骼有严重的骨折现象，多处骨骼呀偏离了正常的生理位置，这很明显不是说死后形成的。 这就为分析死者的死亡原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很明显，这具尸骨是高坠导致死亡，生前从高处掉落下来，是失足掉下来的，还是外力导致的？死者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很快，尸体的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这个在樱桃树旁边乱石堆里发现的。 正是李正武。在十年前，十七岁的李正武来到这儿之后，再也没走出北峰村，他就被埋在了这片悬崖之下。为什么过了十年，警方能够找到这堆白骨？这和李家的坚持以及警方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咱们再把时间拨回到二零零六年七月份，当时啊，距离李正武失踪已经一年半了。 老李呢？他还是不愿意相信儿子已经遭遇不测，又来到了巧家县公安局重溪派出所，找到了赵所长。听说李正武这么久还没回家，赵所长就感觉这事情不妙。三千多块钱，不可能一年多不跟家人联系。当时赵所长就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失踪案。此前调查时走过的路。 见过的人又浮现在了赵所的脑海之中，赵所呢又找出来当年的问询笔录，仔细的看每一个人的讲述，到底李正武上没上客车，离开还是没离开北峰村，这是重中之重、焦点中的焦点。 赵所长重新梳理思路之后，认为当时的调查方向没错，但是有的细节可能被漏掉了，尤其是李正武有没有被福秀开送上车。赵所再次来到北风村，这一次啊，也不问别人了，直接去找福秀开。然而，赵所长来到北风村之后，这才得知，福秀开在当年事发之后不久就出去打工了。 陆陆续续的半年时间里边，福秀开的两个兄弟，还有父母一家都外出了。村子里没人知道他们家人的下落，而且他们家出去之后再也不跟村子人联系了，包括亲戚朋友也都不联系了。在这深山沟里边，年轻的村民外出打工这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一家老小一块儿出去这是非常少见的。 福秀开一家的反常表现，就让赵所长对自己当年下的结论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他觉得，福秀开一家和李正武的失踪肯定脱不了干系。赵所长呢，就让村子里外出务工的村民，如果遇见福秀开的家人，一定要告诉他。时间呢，一转眼又过了差不多半年，二零零七年二月份。 北峰村的一位村民就说，在昆明见着了福秀开，福秀开在昆明出现了。赵所长毫不迟疑，迅速带着民警赶到了昆明，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开始寻找福秀开。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他，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来，案件调查再次停顿下来。 李家人的情绪啊，也已经濒临失控了。现在老李他们除了一趟又一趟的往派出所跑，也开始找修理厂了。儿子找不回来，这李家人呢，开始要求修理厂进行赔偿。但是要想让修理厂赔偿，你就得从法律上确认李正武是因为工作原因死亡。但是。 现在没找着李正武的尸体呀！宣告死亡之前，你按照法律规定得先宣告失踪。于是，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份，也就是李正武失踪的第三年，李正武的父母呢就向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李正武为失踪人员。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号，昭阳区人民法院宣告李正武为失踪人员。 这一转眼又过了三年，二零一零年一月份，李家人呢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儿子李正武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啊，这是给大伙做一个小小的科普知识点：公民经过人民法院宣告失踪之后满两年还没有出现的，那么利害关系人再次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可以宣告这个人是死亡状态。 很快，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李正武死亡。随后，李正武的父母提出诉讼，要求汽修厂的老板刘忠成赔偿。最终啊，法院判决老板刘忠成赔偿李正武父母人民币七万两千元。虽然儿子生死未卜，但是老李想着，至少啊，还能够获得一些赔偿，在法律上呢。 有一个了结，毕竟这么多年了，他呀年纪也大了，跑不动了，找了这么多年，家人也是精疲力尽。二零零八年，李正武的爷爷在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孙子呢，还嘱咐李正武的父亲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你们就得接着找下去啊。”到了二零一零年，派出所的赵所长呢。 也从重西派出所调到了刑侦大队，他又翻开了当年的问询笔录，依旧是北峰村。这李正武到底有没有离开北峰村呢？福秀开一家为什么要全家外出打工呢？要想解开这些谜团，必须找到福秀开。尽管赵所长没有放弃，但是啊。 要想着在茫茫人海之中找着这么个人太难了，一直等到二零一三年八月份，这才有福秀开的消息传了过来。这一回，赵所长终于在时隔十年之后找到了福秀开。这一年，福秀开三十岁，把福秀开啊带回了巧家县进行询问。面对这起十年的悬案，福秀开的说法跟当年还是一样的。 到底福秀开说的是不是真话？李正武的失踪和他有没有关系？办案人员也不敢下结论。但事实是，除了福秀开之外，当时没有别人见过李正武了。他是最有作案动机的，可是没证据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过了二十四小时，警方还没有明显证据，你就得放人了呀。福秀开呢，表现的非常镇定。 这样的询问僵持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就在这个时候啊，福秀开突然出现了让大家意外的情况。在询问的时候，福秀开突然倒到地上，双手在那儿发抖，口吐白沫。民警一看没办法了，只能是把福秀开送到医院，把人带到人民医院一检查，医生啊直截了当的就说：“这个人呢、啊、没事他是装的，他什么病也没有。” 这时候，民警心里边就琢磨呀：“福秀开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做出装病的举动呢？如果说李正武的失踪跟他没有关系，他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装病呢？”但还是回到之前的问题，你再怀疑他，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警方决定换一个思路推进侦破工作，咱们呢来个放长线钓大鱼，让福秀开离开，派出侦查员。 跟踪他，通过他的行为举止，始终觉得他有重大作案嫌疑。让警方没想到的是，就在福秀开离开之后的第三天，当年的那个客车司机找到了赵所长。他跟赵所长说：“呀，福秀开呢来找过他，给他送了一条烟、一瓶酒。”这司机就问他：“呀，你干什么呀？” 哦，当年你不是跑车吗？你呀、啊，帮我说句公道话。这司机师傅呢，觉得心里边不踏实，这才跟赵所长反映这个情况。那么，福秀开为什么要找这司机？说明他心里边没底呀。他当年肯定是没跟警方说实话，他一定知道李正武案件的真相。那么。 顺着这个思路来考虑的话，很可能当时福秀开没有给李正武钱，也没把他送上客车。福秀开的疑点越来越多，紧接着警方围绕他展开的调查也更为紧密。就在这时候，又有一条线索传来了，说福秀开的父亲胡汉成还有大哥胡秀荣出现在了云南省普洱。警方呢，立刻赶到普洱。 把两个人控制住了，这次啊，警方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来调查福秀开当年的事儿的。这时候，福秀开的父亲福汉成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到底是什么呢？上期节目咱们说了，警方啊顺利的把福秀开的父亲还有兄弟就控制住了，直截了当就跟他们说。 我们来找你们，就是来调查十年前福秀开和李正武的事儿的。这时候，福秀开父亲的说法引起办案人员的注意。他说：“呀，当时那钱是他跟邻居借来的。”赵所清清楚楚的记得，十年前福汉成说的是那三千多块钱呢是卖牛赚的钱，这回怎么又成了借的钱呢？为什么前后说法不一致呢？ 警方啊，还是派人找到了福汉城所说的借给他钱的那个村民进行了解。调查结果显示，福汉城说了谎了。这位村民呢、啊，从来就没借给过福汉城钱，当年也没钱能借给他呀，三千多块钱。通过这么多年的了解，警方知道福汉城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为什么要跟警方说假话呢？ 赵锁啊，就跟福汉成说：“我们为什么会三番五次的找你？都这么多年了，我也从派出所到了刑侦大队了。其实啊，咱们俩都心知肚明。你都快六十的人了，你在外边始终这么流浪，不是办法啊！”这一句话让福汉成一下子受不了了，当时情绪就有点要崩溃。 他说：“呀，赵素儿，我说，我承认，我之前说了假话了。李正武啊，确实是死了。他到我们家的第三天，我用一个铁锤把他打死了，然后把他尸体弄到了北风村扎口沿那儿。” 放到了乱石堆里边我记得非常清楚，埋尸体的位置、周围的环境，我都记得。根据福汉城的交代，这才有了咱们开头说的那一幕。民警来到了被封村附近的悬崖底下，找到了李正武的尸骨。这个地方距离福汉城家有三公里远，如果不是专程过来，很少有人经过这里。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掩埋尸体的好地方。由于福汉城的交代，警方这才揭开了被隐藏了十年的秘密。但是，办案人员经过分析发现，这还不是案情的全部真相。凶手是不是福汉城，这个事情啊，还得调查。 在对发现李正武的现场进行仔细勘查之后，警方认为李正武的遇害不像是福汉成交代的那么简单。发现尸骨的那乱石堆，有很多小石头，最上边呢还有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经过测量有两百多公斤，四五百斤重啊！凭借福汉成一个人，他不可能搬得动。这说明福汉成还是没有全部交代。 再者说了，符汉成要杀死李正武的作案动机也不充分，从他提供作案地点这一项来分析判断，也不能确定作案人就是符汉成。于是警方立刻对符汉成再一次审讯。这一回，符汉成知道得说真话了。他说：“呀，李正武其实是被自己三个儿子杀死的。他为了包庇自己的孩子，这才跟警方说了假话。” 随后，办案人员把福汉城的三个儿子全部缉拿归案。福汉城的大儿子福秀荣三十三岁，小儿子福秀万二十七岁。十年前，他们和福秀开一起实施了对李正武的杀害。那么，当年为什么他们要为了三千二百九十块的修理费就杀人害命呢？咱们再回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二号那个晚上，当时。 福秀开带着李正武回到家里边，跟父亲福汉成要钱。福汉成说了：“你买车跑运输的一万多，就是跟我借的。你这才刚跑了几个月，车就坏了，买车的钱呐、啊、还没挣出来呢，这又多了三千多的修理费。”所以福汉成没给儿子钱，还把儿子骂了回去。 当时腐朽开，福秀开没有其他地方能借钱了，只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正武。他就说：“呀，兄弟，我拿不出钱来给你，这么着，你先回去，改天有钱了，我再给你送过去。”李正武说了：“哎呀，大哥，我这拿不着修车款，我空着手回去，我没法跟我老板交代呀，这么着，我呢？” 就留下，我在这儿等你。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我，我再拿着钱走。双方啊，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事情可就僵在那儿了。这时候，福秀开就产生了杀害李正武的想法。他呢，就去找他哥，还有他弟弟，三兄弟就商量着：这钱呐、啊，是给不了他了。不给他钱呢，他就要赖在这儿，这怎么办呢？ 要不，弄死他得了。福秀开把想法跟哥哥弟弟这么一合计，他甚至啊都想好了杀人的方法，于是啊一五一十的都跟兄弟们说了。如今兄弟三个人被警方抓获之后，都不愿意提起十年前的那个晚上，也不愿意提起他们密谋的细节。警方知道的。 只是接下来他们实施作案的这个过程，利落干脆。那是李正武到福家的第三天晚上，福秀开兄弟仨呢倒是挺热情，招呼着李正武打扑克吧，玩吧。咱们这见了面了啊，咱这就是有缘分，以后咱这就是哥们弟兄了。打了一宿的扑克，这天呐刚蒙蒙亮了，福秀开呢。 就跟李正武说：“兄弟，这钱呢，我能借着了。我呀，去给你拿钱去。我把这钱给了你之后，我呢就送你下山坐车。你回去跟你老板也就能交代了。你呀，跟我一块去拿一趟去吧。”李正武毫不知情啊，毕竟只有十七岁，就相信了福秀开的话。行啊，哥，我跟着你们去。李正武呢？ 跟着福秀开兄弟仨就出了门了，李正武一点也没意识到啊，他正在被人领向悬崖绝路。走到悬崖边的时候，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当时天还没大亮呢，因为无路可逃，李正武只好朝着悬崖边跑了过去。他并不知道前面是三四十米的悬崖。 所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跌落了下去。随后啊，福家兄弟三个在悬崖底下找到了他，一看人已经死了，直接就把李正武的尸体拖到了一个石堆里，捡了几个石头就盖上了。尸体藏好了之后，兄弟三个回了家，福汉成就感觉这仨儿子怎么今天看着不对劲儿啊？再一看。 哎，那汽修厂跟着回来的那修理工怎么也不见了呀？他就意识到事情不对了，赶紧就问：“你们老实说，到底出什么事了？”这兄弟仨呀，就一五一十的跟自己的父亲把这情况呢就都说了。这福汉成一向老实本分呢，一听到之后可吓坏了：“哎呦，到到到到底弄哪儿了？赶紧带我看看去！”他呢。 跑到了悬崖底下看个究竟，自己就这么仨儿子呀，啊，仨心肝宝贝儿啊，仨儿子杀了人了，我该怎么办呢？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儿子们坐牢啊！于是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守口如瓶，就一口咬死李正武拿了钱之后，我们送他上车走了。 当年兄弟三人杀害李正武的时候，老大付秀荣二十三岁，老二付秀开二十岁，老三付秀万只有十七岁。案发之后，付秀开第一个离开家打工，随后付汉成还有另外的两个儿子都陆陆续续出去了。整整十年，他们一家再也没回过北峰村。据付秀开说呀。 这些年呢，他去过很多地方打工，直到二零零七年在昆明才找到了一份货运司机的工作，算是稳定下来。十年的时间，他已经成家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当年那件事情，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秘密。他也知道事情早晚会暴露。对于他来说，十年前的那个晚上过后，他的人生。 也就算是彻底埋葬了，而他的弟弟福秀万当年只有十七岁，和李正武同岁，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想起当年的事儿啊，也是后悔不已。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号，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带着福秀开兄弟三个人，在他们离开被封村十年之后，来到凶案现场指认。 如今呐、啊，真相大白了。但是，李正武的父亲李朝阳早就是两鬓斑白、白发苍苍。李正武的两个哥哥呀，也早就成家了。对于李家人来说呀，这十年的心思，总算是了了。三千二百九十块钱，一个十七岁的青年，生命。 就埋葬在了悬崖之下。再来说本案当中的两位父亲，老李为了找儿子，心力交瘁；而老福为了包庇儿子，也是远走他乡。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可以被永远掩盖的罪恶，总有一天会像这起案子一样，真相大白。行了，这案子。 就为您讲到这儿，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